把迈巴赫踩在脚底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本来是要发往香港的，结果几个月又撤单了，导致我这么大的仓库满满当当的全是货，全部当成裸鞋给你们搞掉，来捡漏，快点！这双鞋子啊，你不要说你买过，你可能见都没有见到过。这双鞋子如果在线下店买的话，是很贵很贵很贵的，用到今年流行的一种皮包底减震技术，连鞋底都是做到一整张的贴片，防滑耐磨指数是这个。如果这双鞋子你能得到它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你可能都忘不掉我这个做鞋的女人。之前在商场看到这双休闲鞋真的很帅，就是价格太贵了，居然看到它在公开售卖，真的很好，软底软面，穿上很舒服，就像踩在云朵一样，一点都不磨脚。哇，这双鞋子真漂亮，好有气质啊！这个一定要买，这个是限量款，今天卖完它就没有了。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下单，我真的是想推荐给每一个人。这个鞋上脚非常柔软，我挑剔的老婆就爱穿这个鞋，因为它穿着比运动鞋还要舒服，而且这双鞋它穿着上班特别百搭，不管搭配牛仔裤、九分裤、打底裤，都非常洋气且年轻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老婆的脚比一般人都要肥，平时买的鞋子穿一两天就开始磨脚了，这双小白鞋它两边还特别做了加宽，穿着一点都不磨脚。现在我老婆逛街买菜带娃都穿它，今天刷到她又买了一双，厂家搬迁不到两杯奶茶钱能穿一整个四季不过时。